几只咁得意嘅小爪水刷，大家可能已经喺海洋公园见过。其实香港都有野生水刷。呢种欧亚水刷，全港只系得七只，引嚟咗一大班人考察。我想揾揾呢啲石有冇屎。有嚿動物的排泄物，但係唔係水刷屎嚟嘅，聞埋咯，冇味。呢個計劃進行了四年，但係佢哋自己都從來未親眼見過水刷。好多時候覺得唉，好難揾啊，好辛苦啊，跟住突然間又會有一堆便便出咗嚟。四年前。加道里農場展開調查保育工作。這個 sample 咧，佢喺呢一個位置有 resource 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女仔嘅水刷嚟嘅。地區性佢係極度瀕危嘅物種。咁但係佢全球性佢係近危嘅物種啦，冇乜團體去繼續去做水刷嘅研究咁樣。需要喺入邊就係我哋要繼續做調查。呢一日。記者跟住研究員嚟到香港西北面嘅一個石間考察。咁近紅樹林嘅地方有條淡水嘅河咧，其實好大機會佢會使用呢個地方去飲水或者沖涼咁樣嘅，因為水刷嘅糞便係帶有一啲獨特嘅味道嘅，好濃烈嘅，好似鹹魚嘅味道咁樣咯，中間會夾雜少少草青味咁樣。咁所以就係、是我哋就要去揾一啲帶有魚鱗魚骨嘅糞便啦。咁我哋面前呢度有啲橋墩啊，或者係有啲石頭突出嘅地方咧，容易。偵測到水刷的分泌物啊，咁佢哋有個習性就係佢哋出沒的地方有機會佢就會排一啲排泄或者去分泌一啲嘢係去霸地盤啊，留低自己嘅氣味咁樣咯。你覺得有幾多成機率會揾到？好低，三四年入邊我哋只係揾到一個分泌物咁樣咯。唔係喎，屎，但係又好似係昆蟲喎，好似係昆蟲。對唔住，對唔住，唔係啊，唔係啊，唔係水刷，唔係魚鱗，所以就聞埋咯，冇味。係啊，多數呢個深色嘅程度，即係呢個新鮮嘅程度，如果係水刷，如果係水刷屎嘅話，應該聞得出有頭先我講過嗰啲鹹香味。size 係差。係有大有細，係啊係，嗰、那個形狀係有少少似嘅。有冇話即係你哋今年出去考察啦？其實係揾到幾多次嘅水刷便便？寥寥可數，我諗十隻手指數得曬咁樣。天氣是一個問題啦，譬如夏天很容易會落雨啊，打風啊，咁樣佢哋嘅密度很低啦，咁同埋如果打風落雨，有機會會沖走佢哋啲便便，咁又增加我哋揾佢哋嘅難度咁樣。咁另外就是因為齋行樣線就一路要用很多人嘅 effort 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擺一啲紅外線嘅相機係做調查嘅。今年佢哋放喺新田嘅一部紅外線相機就影到呢一隻水刷。就係、是、我哋三月喺新田揾到嘅時候，我同事喺架車度 check 緊啲相，我揸緊車，佢喺我隔離大嗌，嚇親我。雖然唔係每次都咁好彩影到水刷，好多時都係影到其他野生動物。狗咯，都係狗咯。暫時四百幾張相係貓同埋狗，仲有呢啲。由開始至今咧，喺香港擺咗應該都起碼100部嘅相機，但係中間有好多俾人偷咗，我哋又再換翻咁樣咯，所以即係個數量損失都唔細咁樣咯。咁但係我哋而家就都有情況係我哋上咗 wire 上埋鎖，跟住都俾人偷到部相機咁樣，亦都有機會係可能打風落雨，我哋綁樹嘅話，棵樹冧咗跌咗落條河，咁部機都冇埋咁樣咯。呢啲紅外線相機亦都係團隊研究水刷生態嘅重要工具。
唔單止係水賊啦，同埋其實有好多野生動物都面臨住就係流浪狗嘅問題啦。2013年嘅時候咧，喺落馬洲又收過一個水賊嘅屍體咧，我哋經獸醫解剖咗之後咧，覺得佢好大機會係被狗攻擊嘅。水賊面對嘅威脅又點知咁樣？人為破壞先係對佢哋影響最大。其實歐亞水賊佢喺香港面臨嘅威脅主要有三樣啦。首先就係佢棲息地好少啦，即係佢主要出沒嘅地方佢喺魚塘啊、紅樹林啊咁樣。香港嘅魚塘數量唔算多啦，而且有越嚟越少嘅趨勢咁樣啦。咁所以佢棲息地減少係一個問題啦。咁同埋我哋都有時會觀察到就係可能有啲工程嘅時候，可能原先我哋喺嗰啲位度又見到有水賊出沒嘅，咁有一有工程，我哋就好難再揾到佢嘅蹤跡咁樣。咁另外就係棲息地嘅污染啦，有機會我哋出 field 嘅時候都會聞到啊，其實周圍啲味道係好濃烈嘅臭味咁樣，咁同埋你會見到啲河流係唔係好乾淨嘅。第三樣就係佢哋棲息地嘅連通性咧好低啊，咁就係佢哋好多時候濕地一個個喺度，咁但係咧佢未必好容易由 A 走到去 B 呢個地方。香港40%咧係郊野公園嘅地方，咁但係呢40%嘅地方，即係受保護嘅地方咧，水賊係唔用嘅。咁所以基本上水賊佢出沒嘅地方咧，好多都係唔受到保護，咁所以有機會就係、是很容易會被人去破壞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將佢設為一個保護區，佢受到即係呢啲地方再進一步被人破壞嘅機會減少翻，其實對水賊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事咁樣咯。為咗揾到更加多嘅水賊蹤跡，加道里農場今年展開咗公民科學家計劃，邀請咗12個市民每月一次喺新界西北面5條路線考察。而他们在上水梧桐河亦都成功发现了这个属于欧亚水賊的排泄物。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就是水賊在香港就主要在西北面的一些鱼塘啊、红树林出没，但是他今次我们看到他入埋条河那里找到他的分泌物，即是证明其实水賊可以用的地方比我们所想的是更加多这样。加道里的 Facebook 贴文亦都话，期望当局可以积极活化人工河道，同埋改善水质，等佢哋可以找到栖身之所。对于今日我哋冇收获，两位有咩谂法？冇乜特别嘅谂法，都系2024年，都惯噶啦，系啊。咁你哋份工都几辛苦？辛苦系辛苦嘅，不过系有趣嘅，同埋系好有意义嘅。开始接触水产呢个 project， 即系同你而家嘅感受，即系会唔会有啲唔同？你身體會有啲轉變，都差唔多。你咧？比想象中更難揾。係一開頭係有啲位見到，以為揾到水賊啦，跟住就諗住，哇，好易揾啦，應該。點知再去就幾年都揾唔到咁樣咯。我其實都好難揾嘅，即係點解可以即係堅持到4年咧？呢個好有趣嘅就係每一即係好多時候覺得唉好難揾啊，好辛苦啊，跟住突然間又會有一棟便便出咗嚟，跟住又有機會啦咁樣，咁跟住又去做咁樣，跟住就係、是、即係可能有時做到即係好難揾啊，揾唔到，咁但係突然間又會有一啲新奇嘅發現，我哋覺得其實都係一個機遇咯，同埋我覺得就係因為咁難揾，所以我哋先更加需要好大嘅力度去保護佢哋咁樣。其實水賊呢個 project 都做咗好幾年，但係基本上好多人但係仲係會唔好知道香港有水賊啊，仲會覺得香港邊有呢種動物㗎？呢啲其實人放出嚟咋嘛，或者叫做水賴啊，即係一隻咁可愛嘅動物。但是在香港依然大家都不相信它有和不太關注。我覺得關注他們的消息啦，對於一些可能發展的項目或者可能影響到他們的事情，在適當的時候即市民都可以一起去發聲給發展的機構，他們知道其實很多人關注這一件事、即大家都知道要保護他的時候都可以給到一些聲音他們聽，其實你在做這些基建的時候是要想這種動物的。